为什么喜欢听音乐喝酒的人用完它都再也无法离开？看完这个视频，你或许会找到答案。这款 Santos 发行的黑科技红酒机会再次升级你品味红酒的仪式感，轻奢简约的设计风格更是让它成为送礼的首选。尖端的储氧技术可以将瓶内的氧气率降至 0.1%， 从而让红酒的保鲜时间从3天延长至14天。喝不完的红酒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。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手机蓝牙来监视红酒的新鲜度，让红葡萄酒的温度维持在15度，而白葡萄酒的温度维持在10摄氏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一杯低温鲜美的葡萄酒了。最后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台机器与生俱来的仪式感。把红酒放到机器内，开启机械升降台，然后红酒会被自动安装好。关好舱门，等舱内温度快速降至10度，我们就可以听着音乐享受美酒了。